3月25号，彭于晏在微博晒出30年前与表姐的合影，并配文道：“表姐翻到30年前的老照片，那时我很小也很可爱，外婆忙的时候她会帮忙照顾我。在她印象里，我一直只有6、7岁，不是37岁。时间真的会飞，珍惜眼前，活在当下。”照片中的彭于晏留着锅盖头，嘴巴微微撅起，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镜头，非常可爱。照顾他的表姐则坐在旁边，笑容同样美丽动人。3月24号是彭于晏的37岁生日，他还在微博上表示自己又向成熟男人迈进了一步。今天公开的儿时老照片让网友们又一次感叹不老男神从小到大的神仙颜值，不少网友第一时间赶到留言区评论：“和你真的从小可爱到大呀，果然好看的人从小就好看。”彭于晏是一个家教很好、很有幽默感、工作时认真敬业、很好相处、讨人喜欢的演员。他对于自己所接的每个戏、每个角色，都用自己最大的力气、全部精神扮演好，可以说是一个很称职的演员了。